第2331集，宋书航捏着这张五折优惠券，抬头望向三眼前辈。三眼少年微微一笑，显然这张五折优惠券是很珍贵的东西，并不是普通的优惠券那么简单。珍贵的五折优惠券？难道这是什么都能卖大佬家的优惠券吗？宋书航眼睛一亮。连三眼前辈都认为珍贵的优惠券，想来想去，诸天万界也只有什么都能卖大佬家的券能符合这个条件吧。若真是什么都能卖大佬家的五折券，那这张小小的纸条价值将不可估算。毕竟什么都能卖大佬手中的好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若是从他手中挑一件最贵的宝物打个五折，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般的零食数量价值。三眼少年目光复杂的上下打量着宋书航，他觉得还是无法理解宋书航的思维模式。不是吗？宋书航看到三眼少年的表情，便知道自己猜错了。既然是我掏出的优惠券，当然是和我自己有关了。三眼少年叹了口气，宋书航尴尬地笑了笑。但是前辈，你又不卖东西。八宋道友，老爷虽然不卖东西，但你别忘记终极秘术神机呀。一边的眼珠子管家提醒出声。神机也是被宋书航称为氪金一击的强力秘法，只要消耗的天才地宝数量够多，理论上这一招的威力可以无限提升。此招也是宋书航掌握的最强攻击秘法之一，拥有着决定一场战斗胜负关键的威能，是宋书航除去因果刀外最恐怖的攻击手段，但在他有钱的前提下。氪金一击的原理是消耗天才地宝转化为攻击手段，期间会借用三眼前辈的力量构建氪金过程的仪式。也就是说，这张五折优惠券能让我在施展氪金一击的时候省下一半的财富？宋书航反应过来，大抵就是这样。眼珠子管家点点头。宋书航捏着这张五折优惠券，心中一阵凉凉。他想到了自己好不容易从九州一号群前辈们手中换过来的宝物，除去散财王座仪式所消耗的宝物外，他还留下了一批天才地宝，以防不备之需，比如为弟子们打造专属法器啥的。现在这张优惠券一入手，他总有种自己的宝物很快会被氪金出去的感觉。想到这里，宋书航厚着脸皮问道，前辈，这张优惠券可以折现吗？三眼少年一脸愉悦。你长得够帅吗？这个时候宋书航也不觉得尴尬了。如果我回答够帅的话，前辈肯折现吗？其实他在修炼前也算是眉清目秀，五官端正，修炼之后随着一次次淬体，一次次晋级，他如今的相貌还是有点小帅的。好了，不可能的事情就别多想。外面的散财仪式已经接近尾声，你也是时候离开这个空间了。三眼前辈抱着那个盒子倒在摇椅上。下个月见啊。明年见。宋书航挥舞着五折优惠券和前辈道别。等从散财王座中出去后，现世的华夏时间差不多要进入新的一年了。他宋书航的人生将踏上崭新的一年。宋书航推开小木门，踏入散财王座。他的目光向下望去，此时天和苏氏的成员、九州一号群的前辈都在散财王座的各个台阶上挑选自己需要的宝物。这些宝物本来就是九州一号群成员提供的，对群里的前辈们来说，这一次的散财倒有点像相互交换宝物的活动。宋书航心念一动，锁定雨柔子的位置。灵蝶前辈请他暗箱操作，将乾坤手镯交给雨柔子，现在正是时候。此时雨柔子和苏十二十六还有一部分九州一号群有圣号的成员都处于八品玄圣那个阶梯上。
巧的是，雨柔子正伸手抓向一个盒子，宋书航一眼望去，便看出那个盒子里面装着的宝物。那是一只发钗法器的雏形，用的材料是七品和八品混合，只打磨出了发钗的基本模样。从盒子来看，这是七修圣君提供的宝物。雨柔子面带微笑，取过这只盒子。宋书航心意一动，动用散财王座的管理权，暗中将那枚乾坤手镯转移到雨柔子取过的那只盒子中，完成灵蝶前辈的请求。雨柔子取过盒子后，抬头对宋书航挥了挥手。不会被发现了吧？宋书航心中暗道。雨柔子打开那个盒子，取出发钗。随后他伸手将自己的长发卷起，熟练地将发钗插入发髻。接着他又取出那只乾坤手镯戴在手腕上，大小非常合适，毕竟是灵蝶圣君为雨柔子量身打造的宝物。啊，果然他察觉了。看到雨柔子的动作，宋书航便知道此时的雨柔子已经察觉出了他的暗箱操作手段。雨柔子戴好乾坤手镯后，便转过身来，暗暗观察着不远处的苏氏阿十六。阿十六轻轻抓着脖子上的白龙姐姐围巾，随意地查看着散财王座上的宝物。他并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所以准备在其他人挑选完毕后，他再随意挑选一件，免得不小心挑走了别人想要的宝物。数分钟后，一直当这个阶梯上所有人都选好了宝物，苏氏阿十六随意地来到一个盒子前，伸手将它取下。宋书航瞄了一眼，看出这个盒子中放的是一条沙罗披帛，这是用来搭配纤长的装饰飘带。和雨柔子的发钗一样，这条披帛同样是件法器雏形。要不再暗箱操作一下，给阿十六也送个惊喜，毕竟阿十六刚给我送了个珍贵的面具啊。宋书航心中暗道。然后他在自己的核心世界宝库中翻找了一圈，叹了口气。他身上的珍贵宝物还是有的，但都是不动产。八宋道友，你刚才是不是暗箱操作了？正思索间，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宋书航脑海中响起。宋书航心中一惊，我好不容易暗箱操作一下，怎么就搞得人尽皆知，仿佛全世界都知道我暗箱了。八宋道友，如果还能暗箱操作的话，我这里有件东西，希望你能帮我暗中转交给苏氏小十六，可好？那个声音继续道。宋书航问道，啊，什么东西啊？三个打包好的小十六。那声音回道。第2332集。三个打包好的小石榴啊，真好。哎，等一下，问题不是这个，为什么这个神秘声音主人的手中会拥有三个打包好的小石榴呢？阿十六的试炼不是一直要靠他自己去寻找，遇上各个不同的阿十六，然后将他们打败回收吗？想到这里时，宋书航心中一动。苏氏绳结老祖，也只有苏氏的神秘老祖绳结才能做到干涉苏氏阿十六的试炼，将不同的小十六打包带来。没时间解释了，小十六就要打开礼盒了，八宋道友，你帮不帮忙？那个神秘的声音催促起来。妥。宋书航答应下来。他话音刚落，便感觉到自己的手掌心传来微弱的空间波动。这种空间波动的频率不像是九品劫仙的空间力量，反倒更像白前辈的空间天赋异能。随后宋书航的手掌心多了三柄拇指大的晶石，每一枚晶石里都封印着一个小石榴等身手办。宋书航望了眼这三枚晶石，不好，这三枚晶石上散发着特殊的能量立场，凡是看到他们的人心中便会突然产生要将他们收藏起来的欲望。与此同时，苏氏阿十六已经轻轻打开那个盒子。暗箱操作。宋书航急忙发动自己的散财王座管理员权限，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三枚小十六晶石转移到苏氏阿十六的盒子中。在这一刹那，苏氏阿十六开箱的动作微微一顿，
他在选择这个盒子时，其实已经判断出这个盒子里装着的宝物是什么了。但当他在开启盒子的刹那，其中突然多了三件和他性命相连的物件。白龙姐姐同样心有所感，苏十二十六轻轻打开盒盖，便看到了在那条披帛飘带的边上，依次排列着三枚拇指大的晶石，每一块晶石里都封印着一个苏十二十六的缩小版。这是试炼的分裂体？白龙姐姐惊讶出声，但为什么苏十二十六试炼的分裂体会出现在这里呢？是书行吗？苏十二十六抬头对着宋书行挥了挥小手。王座上的宋书行露出一个帅气的笑容，可惜被面具挡住了。苏十二十六小心翼翼地将三枚晶石收起。由于晶石的体积很小，白龙姐姐只需要打开一个小小的空间入口，就能将这三枚晶石和之前收集的所有二十六分裂体安置到一起。随着苏十二十六开箱完毕，散财王座的活动也落下帷幕。除了被苏氏成员、九州一号群成员挑选走的宝物外，散财王座中还有一部分天才地宝残余。不过这部分宝物宋书行无法调用，得留着加入下一回散财仪式中去。然后等他和三眼前辈之间的赌约完成，解除和散财王座的绑定之时，他能够一口气将散财王座中残余的宝物转化为一发氪金一击。就像当初上一任散财王座管理员逍遥散人操作的那样，散财王座的漩涡重新开始旋转起来。从散财仪式中得到了满意宝物的苏氏族人被一个个转移出去，落回地面。片刻之后，散财王座中仅留下九州一号群的成员。各位前辈，我们也下去吧。宋书航笑道。我得先下去，天河苏氏的年会还得由我和阿四来主持呢。苏氏阿七对宋书航竖起大拇指。书航小友，这一波干得漂亮。就凭这一波散财仪式，天河苏氏全体成员对宋书航的好感值将不断上涨。好感度越高，未来的书行小友才能在天河苏氏如鱼得水，为所欲为。也多亏了前辈们的大力支持。宋书行笑着向各位前辈道谢。九州一号群的成员开始从散财王座空间中退出。宋书行望着一个个离开的前辈，脑海中便想起了自己的本命金丹构图。他的本命金丹上有一张最为特殊的金丹构图，星路图。本命金丹上的龙纹洒落大量星光，在金身上搭建出一条曲折的星路，而宋书行所认识的人物都化为虚幻的身影出现在这条星路上。从宋书行第一个接触的雨柔子为始，最终又以另一个推门的雨柔子为终。所有的九州一号群前辈以及宋书行金丹二维码中的大部分大佬好友身影都能在星路上找到。不过这条星路上没有白前辈兔，没有白前辈，没有苏氏阿十六。宋书行轻轻叹了口气，阿十六的身影依旧没有。哎，正当他感叹之时，在这张星路图的开头位置，雨柔子和黄山前辈的中间有一道虚弱的身影开始浮现诞生。齐肩的短发，尖尖的小龙角，精致如瓷娃娃的小脸，娇小的身躯，是苏十二十六的身影。一直以来都无法投影到宋书行本命星图上的苏十二十六，在201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终于凝聚成型。宋书行猛地转头望向苏十二十六，星路图上的二十六凝形成功，是否代表着苏十二十六的试炼成功了呢？果然，下方苏十二十六身上发生了变化，他的龙角似乎稍稍增高了一些，从某个方面来讲，龙角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此一来，苏十二十六的身高无形中提升了一丁点，同时苏十二十六的气息变得完善起来。他虽然依旧给人一种轻飘飘的感觉，但此时的二十六仿佛是终于有了根，不再像之前那样轻灵的仿佛随时要消散。
那个神秘声音主人让宋书航暗箱操作送出的三个小石榴，正是苏氏阿石榴本次变化的关键。太好了！宋书航打量着本命星路图上缓缓完善的苏氏阿石榴，心底深处暗暗地松了口气。得感谢下刚才那个神秘声音的主人。道友，你还在吗？宋书航尝试着在脑海中唤了一声。还在。那个神秘声音回道。阿十六的事谢谢道友了，请问道友怎么称呼啊？宋书航问道。你可以叫我小可爱。那个神秘声音回道。宋书航想了想，这个称呼他叫不出口。再见。那个神秘声音道。这次他没有伪装自己的声线，这声音和苏氏阿十六的声音有几分相似，但给人一种很成熟的感觉。难道是阿十六的妈妈？第2333集。如果这个神秘声音的主人真的是阿十六妈妈的话，那要不要问问阿十六关于他妈妈的事呢？宋书航心中暗道。不过当这个念头刚浮上时，他突然又想到一件事。这一次的苏氏年会，他没有见到苏氏阿十六的父母，阿七前辈也没有为他介绍过，阿十六也没有提起过关于他父母的事情。而且当初苏氏阿十六四品天劫出事时，他的父母也一直没有出现，从头到尾都是苏氏阿七在操心。结合这些线索，再考虑到修士职业的危险和残酷性，阿十六的父母不会出事了吧？宋书航心中浮上一个不太好的猜测。若真如此，关于苏氏阿十六妈妈的事情就不太好向阿十六直接询问。一会出去后先悄悄向苏氏阿七前辈印证下阿十六父母的事吧。宋书航心中暗道。略一思索后，他又在脑海中尝试着呼唤那个神秘声音仙子，如果对方还在的话就再聊聊，说不定能套出对方身份。不过这一次神秘声音的主人已经离开，没有再回复。看来这又是一个做好事却不愿意留名的好前辈呀。其实宋书航还是蛮喜欢这种类型的前辈的，因为有时候他也喜欢做好事不留名。宋书航从沉思状态中退出时，发现不知何时群里的前辈们已经全部从散财王座大漩涡中离开，只留下了他和阿十六与柔子。苏氏阿十六睁开眼睛缓缓吐息，看样子他成功融合了这三个新的分裂体。宋书航轻轻一跃落在他的身边，轻声问道。阿十六，你的试炼完成了吗？基本上算结束了，只差最后一步了。苏氏阿十六轻轻握住小拳头，摆了个加油的姿势。最后一步需要消耗漫长的时间去磨，只需消耗时间即可，所以从某方面来说试炼已经完成。恭喜阿十六。雨柔子笑着对他道贺。苏氏阿十六回以一笑，谢谢。白龙姐姐用神识扫过阿十六的身体，然后微微点头。气息方面已经稳定，接下来好好补补就行。宋书航赞同的连连点头。是得补补，阿十六你太轻了。书航啊，对少女来说体重可是越轻越好的属性，你还是不懂少女心。心魔赤霄剑前辈出声道。宋书航疑惑接口。前辈你懂？废话，你没听到我的少女音啊？心魔赤霄剑回道。宋书航被他堵得无话可说，无力反驳。这时他头顶的楚阁主呆毛出声道。对了，为亲道友。白龙姐姐转头问道。啥事呆毛仙子？两位仙子在任何方面都不甘示弱。楚阁主呆毛温柔笑道。我前几天看到白骨仙姬，并和他交流了一下。白骨仙姬，他终于也出现了呀。白龙姐姐身躯不由自主地缩紧了。私聊私聊，来，我开传音授命，
设个密码防止被人窃听。楚阁主呆毛道，先撕我密码。白龙姐姐也认真起来，然后白龙姐姐和楚阁主呆毛进入了密码传音入密模式，窃窃私语。私聊是会怀孕的。功德蛇美人抓住机会冒了出来，用狂刀三浪的声音叫道，这是当初三浪前辈在群里发的语音，不知何时被功德蛇美人录制了下来。怀孕生育不用怕，妇科医院百年妇产，一生无忧，做品质女人。造化仙子接口唱道。两位仙子唱罢，又低头望向宋书航的影子。老伴赏后，黑皮与柔子硬着头皮登场，接口道，好运一生，幸福一世。功德造化两位仙子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气氛变得迷之尴尬，再加上宋书航最近对怀孕绝育这个话题有些敏感。袖里乾坤，于是他大手一挥，再次将三位仙子装入袖中。走吧，宋前辈二十六，群里前辈们都在外面等着我们呢。边上的雨柔子贴心地转移话题，带走尴尬气氛。三人并行，从散财王座阶梯上跃下，来到大漩涡出口。距离2020年已经只剩下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宋书航大步踏出漩涡，雨柔子和苏氏二十六紧随其后。一步踏出散财王座后，宋书航体内的33兽先天仪器功便如同沸腾了一样疯狂运转。远在人造小世界闭关的宋书航本体睁开了眼睛，他彻底的接收融合了未知白1-33号传输过来的信息数据，这一团大数据便是一整个世界，并且核心世界开始进化。在未知白1-33号的配合下，人造小世界和核心世界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同步。此时的人造小世界成了核心世界的一个分基地，依附于核心世界之上。在核心世界和人造小世界间多了一条和白前辈兔协连世界一样的通道。只等宋书航的境界再提升后，核心小世界便能直接将人造小世界融入，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一整个世界的数据无限强化了宋书航的精神力。未知白1-33号的力量强化了33兽先天仪器功的境界和能量，而核心世界的进化同样在反哺宋书航。一步踏出，宋书航的状态就膨胀了。什么近期内要压抑境界，研究真实的幻象，学习远古语言之类的，都是虚的。在膨胀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纸老虎。宋前辈，你的实力在飙车，再这样下去会翻车的。这时雨柔子的声音在宋书航的耳畔响起。宋书航抬头望天，哈哈，是的雨柔子，我知道的。明明距离2020年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他平平安安进入明年的愿望却要阵亡在终点线之前，这就是人生的残酷。我带你转移位置。苏氏二十六冷静思索着对策。下方聚集着九州一号群的前辈和天河苏氏的成员，如果被天劫大佬一锅端的话，天知道雷劫会强化到何等可怕的程度。你们俩不用紧张，只是区区天劫而已。宋书航安慰着两人，别担心，一会我和本体通过核心世界直接转移到无人的太空中去，凭着我的实力，八品天劫伤不了我。就算是独自面对天劫，他也毫不畏惧。果然，因为那次干扰的原因，有些事情稍稍发生了变化。雨柔子眸子微沉，眼前的宋前辈因为他的干扰没有心伤往事，身心都得到了非常健康的发育。心态好、身体健康的宋前辈在经历了更多的奇遇后，修炼的速度就提升了一截。最终宋前辈的渡劫时间也理所当然地提早了。灵蝶岛与柔子效应，只是宋前辈这次渡劫非常重要和特殊，需要掐好时间，等待一个重要的天时来临，所以不能让宋前辈提前渡劫。第
2334集。先拖一拖宋前辈渡劫的时间，等待时机来临后再一鼓作气冲开八品境界的瓶颈，正式渡劫，今生玄圣。想到这里，雨柔子一步迈到宋书航身边，抓住他的手臂。总之，我先帮宋前辈刹车吧。说话间，从他手中有一道柔和的力量附加在宋书航元神上。这柔和的力量中蕴含着时光属性，竟然能透过元神直接影响宋书航的本体，去引导平息本体内膨胀的力量，将它暂时压制下去。不过这种压制方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一旦失去了雨柔子力量的引导压制，宋书航本体内的力量就会再次狂暴膨胀。宋书航微微一愣，疑惑望向雨柔子。宋前辈，暂时不是晋级的时候。雨柔子出声道。为什么？宋书航略一思索后突然问道。现在晋级会有危险吗？虽然没有相应的记忆，但是那一次在黑龙世界将九州一号群前辈卷入八品天劫，集体渡劫险胜之后，宋书航心中便一直有种极度不安的感觉挥之不去。就仿佛在某个时间点中，他失去过重要的前辈，悲伤地哭成了泪人。明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明明他身边重要的人每一个都还活得好好的，但这种感触总会从他内心深处涌现出来，无法平息。所以从黑龙世界之后，宋书航每次渡劫时都极力地去回避组团渡劫这种可能，避免将其他人卷入到他的天劫中。上次和苏十二十六一起被天道白遗留下的手段送到过去双人渡劫，那是不可抗拒因素。现在见到未来与柔子压制他渡劫，宋书航心中便马上浮起一个猜测念头，莫非自己现在渡劫的话会引来巨大的危机，所以未来的与柔子才会过来阻止？说不上危险，只是时机不对。雨柔子轻轻摇头。那其他人会有危险吗？宋书航思索着问道。如果他没危险的话，那会不会是这次渡劫他又将其他人卷入到了自己的玄圣劫中呢？放心吧，宋前辈，应该不会有其他人和你一起渡劫的。雨柔子安慰道，不过他没有把话说满，毕竟因为他上次的干扰，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另外他发现，就算没有铜挂前辈、古狐冠前辈和甜甜仙子的意外，宋前辈依旧变得成熟了很多，这点真是再好不过了。宋书航闻言心中暗暗松了口气。我们先去书航的核心世界吧。这时苏十二十六提醒道。无论书航要什么时候渡劫，现在先离开天河苏氏年会再说，下方还有那么多九州一号群的前辈和苏氏的修士，待在这里总是个隐患。好，回头给苏氏阿基前辈和黄山前辈留言。宋书航意念一动，将苏氏阿十六和雨柔子一起转移到核心世界中。核心世界楚阁主水池边上，宋书航和雨柔子、苏十二十六身影浮现。我给阿七发个消息。苏十二十六道。那我负责向黄山前辈报告情况。宋书航掏出手机，他在天河苏氏位置留了个小通道用来传递信号。雨柔子的双手依旧抓着宋书航的手臂，负责压制他体内膨胀的力量。天河苏氏年会，黄山尊者疑惑地抬头望向宋书航三人消失的地方。书航小友要干嘛？突然带着小十六和雨柔子消失了。北河散人疑惑张望。苏氏阿七捏着下巴眉头轻皱。如果他只是带着阿十六离开的话，我倒是有心理准备，但还带上雨柔子干嘛？哟，阿七，天河苏氏做好心理准备了？荔枝仙子笑着问道。啊？苏氏阿七一愣，随后连连摆手。不是不是，荔枝仙子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在年会开启之前，阿十六就和我提过，
趁着年会的时候，他有些事情想单独和宋书航小友谈的，所以他如果带着书航小友离开的话，我能理解。不过在感情方面的话，天和苏氏应该多少也有点心理准备吧。毕竟上回宋书航小友和小十六是一起显圣讲法的，这件事情诸天万界的修炼者可都看到了。千年第一圣的脸又那么大，天和苏氏自然也得考虑苏氏阿十六和宋书航之间可能存在的感情方面问题。正说话间，苏氏阿七和黄山尊者的手机同时响起，两人很同步地掏出手机一看，然后苏氏阿七和黄山尊者的面部表情开始进入同步模式，两人先是皱起眉头，紧接着一脸惊讶，再接着又恢复平静。啊，书恒小友的消息。黄山尊者道。小十六的消息。苏氏阿七同时出声，北河散人问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是书恒小友的问题。黄山尊者伸手按了按自己的左胸，感觉心口处塞塞的。书恒他可能又要进阶了。苏氏阿七用沉重的语气道。北河散人面色平静，只是眼神有些发愣。算算时间的话，也的确差不多了。药师点了点头。这个月已经算比较迟了吧，以往都是月中的时候晋级了，而这个月都已经拖到月底的最后一天，甚至最后一个小时了。姜子烟夫唱妇随。灭凤公子揉了揉太阳穴。那阿十六和雨柔子跑过去凑什么热闹？难不成又要玩组团渡劫？组团渡劫？一位帅气的居士双眼发亮。不是，阿十六说雨柔子在帮助宋书航调节能量，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所以书航小友需要点时间准备一下，好面对天劫。应该不是组团渡劫。苏氏阿七回道，修士在面对天劫的时候肯定要准备很多东西，这是常识。书航小友要准备一些东西也可以理解。我去和苏氏的族人说一下情况，说不定在明年年初时我们就能见到书航小友第五次登台讲法。苏氏阿七收起手机往族人位置行去。核心世界，苏氏阿十六、宋书航和雨柔子坐在楚阁主的对面，六只眼睛齐齐盯着楚阁主。什么时候才是我渡劫的好时机呢？宋书航出声问道。我记得应该是天地出现大变化的时候。雨柔子回道。第2335集。天地大变？宋书航想起最近现实的变化，如今天道球离刃在即，天道一退球四处蹦的，邪望暗生，给人一种大片即将上演的即视感。那我们现在就干等着？宋书航问道。楚阁主面色平静，心里却在暗暗吐槽。话说你们仨干嘛要干瞪着眼，整齐地坐在我面前盯着我看？苏氏阿十六提醒。书恒，你可以趁现在做些渡劫前的准备工作。以往每次宋书恒渡劫的时候，天劫都是说来就来，根本不给人准备的机会。在他的记忆中，到目前为止，宋书恒渡劫还没有尝试过使用渡劫大阵的滋味。这次由雨柔子替他暂时压制本体膨胀的力量，赢得一些准备时间，自然要好好利用。渡劫前的准备，还真有点不习惯。宋书航闻言不禁感叹出声。不知何时他都习惯了随时随地随机正面对天劫。楚阁主微微上浮。你接下来要渡的是八品玄圣劫，渡劫大阵派不上用场，所以先看看有哪些挂件可以带进天劫世界吧。宋书航身上的挂件非常丰富，可惜有许多挂件只能在现实使用，一旦带入天劫世界会产生组团渡劫的特效，增强天劫威力。否则的话，凭宋书航一身神装加各种挂件，九品天劫都能怼。
宋书航点了点头，他伸手一挥，将造化功德黑皮羽柔子从袖里乾坤中转出。黑皮羽柔子和心魔赤霄剑前辈就留在核心世界吧，他出声道。身为心魔，黑皮羽柔子和心魔赤霄剑最好还是不要带入天劫空间，免生意外。功德蛇美人点了点头，他张口将心魔赤霄剑吐出，将它交给黑皮羽柔子暂时保管。造化仙子也留下吧，你进去也无法出手帮忙宋书恒。白龙姐姐提醒道。造化仙子这次乖巧地点了点头，对宋书恒道。宋啊笨笨笨。宋书恒回道。也好，那去寻找圣人如点的事情就交给仙子你了。上次他将胖球大佬分身小号骗到散财王座当赌资，三眼前辈戏精马一起进行四人对赌后，戏精马前辈成为最后的赢家。不过最后在离开前，他将所有赢到的宝物都扔给了宋书恒，所以宋书恒才是真正笑到最后的男人。那次的赌注既强力又丰富，包括三眼前辈的设计图、胖球大佬小号分身的空间权柄和关于儒家圣人至宝儒典的下落。以免夜长梦多，造化仙子提议趁着宋书恒去渡劫的时候由他去寻找圣人儒典位置。宋书恒将儒家圣人儒典藏身的情报取出交给造化仙子。造化仙子欣喜地接过情报。宋啊呆呆。不客气。不过这份情报是胖球大佬提供，所以儒典藏身之处很可能充满着危机。造化仙子去寻找儒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真有危险的话就去儒家寻找支援，或者等我渡劫后出来。宋书恒叮嘱道。造化仙子点了点头。哎呦呦。宋书恒微微一笑，伸手打开一个核心世界的出口，坐标位于华夏境界。造化仙子向众人挥了挥手，随后提起如群裙摆离开核心世界。边上楚阁主问白龙仙子。你听得懂吗？听得懂才怪了好吗？白龙姐姐道。在场众人除了宋书恒外，恐怕也只有阿锦分成仙子能理解造化仙子那一串宋阿呆、宋阿笨、黑悠悠所想表达的意思。心灵感应，石碑道友猜测道。别做梦啦，宋书恒怎么可能掌握这么高阶的法术？心魔赤霄剑哈哈大笑。宋书恒对他的扎心属性实在无可奈何，索性不再搭话。对了，我的那根头发到时候会放空它里面的能量，让它陪你进天劫世界。楚阁主又道。放空能量的楚呆毛就是根普通的头发，不会引起天劫的异变。到时候虽然他无法给宋书恒提供法术和能量上的帮助，但可以给他一些经验和知识方面的指点。顺带着他还可以全程转播宋书恒的渡劫经过。谢谢楚前辈。宋书恒连忙道谢。法器状态、丹药数量、灵石都检查一下。白龙姐姐提醒道。33兽组合法器刚升完级，状态正佳，恢复灵力的丹药也有，活泉我也准备了一些放在乾坤手串空间中，平天观里的功德之力已经充满，灵石也有一些，氪金的话还有张5折优惠券可以使用，石碑道友的状态也不错。宋书恒出声道。抱歉，对天劫的话我无法帮你。石碑道友道。它是天道白的法器。哎，也对啊，可惜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带石碑道友一起怼天劫的。在我怼过的众多大佬中，天劫大佬怼起来最带劲的。宋书恒顿觉遗憾，其实只要不是组团渡劫，怼天劫也很有意思。石碑道友的碑文闪烁了两下，又恢复了平静。话说，关于怼天劫大佬，我突然有个想法。宋书恒说吧，伸手在自己腰间滑动。如果我将自己切成两半，然后用功德之力填充，到时候渡玄圣劫时将半个身体送进去渡劫，能不能行得通呢？他这是想起了白前辈的操作，
现在白前辈就是一分为二状态，一半留在九品天劫世界，一半在外面研究造神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行得通，他将半身送进去，就算出了意外被天劫劈为飞灰，另外半身还能使用圣元龙力神功总纲篇重新将飞灰的半身生长出来。我觉得你这么干的话，最大的可能是两个半身都被拉入天劫世界，说不定还给你算两个人头，天劫威力加倍。龟前辈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了过来。白胜是在渡劫的时候将自己切开，将半身送出来，和你的操作顺序不同。你没有手段将自己的半身从天劫世界送出，就不用多想了。宋书航闻言嘿嘿一笑，他点开修真聊天功能，拉出白前辈发了条信息。白前辈有空吗？我想来两柄一次性飞剑破晓黑屋版渡劫用。你要渡劫了？等下我给你拉个人。白前辈回道。片刻后，宋书航脑海中响起一个提示声，管理员阿白邀请白骨仙姬加入修真聊天列表。第2336集。面对白前辈突如其来的操作，宋书航非常淡定，机操物六杰作。修真聊天功能虽然是他的金丹二维码演化出来的天赋能力，但好友列表中的各位大佬骚操作不断，宋书航早就习惯了。白骨仙姬同意邀请，添加霸宋为好友，备注骨科。宋书航只觉无语，除了大佬们的基本操作特别多外，修真聊天本身的操作也非常风骚，特别是在备注昵称方面天赋独特。宋书航的目光在修真聊天的好友列表中望了一圈，然后他伸手轻轻滑动，将苏兄滑掉，琴手楚阁主，骨科白骨仙姬，金龙围巾白龙姐姐三位仙子拉了出来，单独列入一个小组，送木头交流组。操作完成后，宋书航满意的点了点头。你刚才干了什么？楚阁主突然问道。虽然他无法感应到宋书航的分组行为，但长生者的本能告诉他，宋书航刚刚悄悄干了些和他有关的事情。白龙姐姐同样转头盯着宋书航，她的直觉更在楚阁主之上。啊，刚才白骨仙姬加入到我的好友列表中，没想到两位前辈直觉这么敏感。宋书航推了推面具，淡定回复。楚阁主和白龙姐姐默契呀。同一时间，骨科白骨仙姬向宋书航发了条信息。霸宋玄圣，竟然真的能交流，你这什么天赋能力？我被修士总要与时俱进，不进步就会被淘汰。宋书航回复的。骨科白骨仙姬也注意到了备注名。骨科是几个意思？啊，这是一个系统昵称，是修真聊天系统自动采集白骨仙子你的一些信息形成的一个昵称。如果白骨仙姬你不喜欢的话，我可以替你更改。宋书航回道。当然他更改昵称的技术还得加强一下，楚阁主是前车之鉴。等我下次想个喜欢的昵称再改吧。白胜君去制作一次性飞剑破晓黑屋版了，一会儿你开启下核心世界接收下飞剑。白骨仙姬意外的好说话。啊，谢谢白前辈。宋书航给白前辈发了条信息，这次渡八品雷劫的时候，他得争取封存一批雷劫，回头好给白前辈开小灶。我有些事情想问你。白骨仙姬又发来信息。宋书航道。仙子请讲。你真的不是宋木头的私生子吧？白骨仙姬问道。虽然他已经从白胜、七修圣君等人口中得到了答案，但还是想当面问问霸宋玄圣才能心安。宋书航道：“当然不是，我今年18，过完年满19。仙子，你只要稍稍想想，宋木头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晋升八品玄圣，早就绝育了。”你说的好有道理。白骨仙姬从宋书航口中得到答案后，心底彻底的踏实了下来。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对
对了，听说霸宋玄圣你的真实境界其实还是七品，但接下来马上又要渡劫了，那你也离绝域不远，有准备了吗？白骨仙姬又补充了一句。宋书航默默望天，扎心了，白骨仙子。渡劫有把握吗？白骨仙姬又问道。只要别出意外，有些把握。宋书航现在特别谨慎，连棋都不敢插。对面白骨仙姬略一思索后又发来信息。我的秘法送木头的大骨头渣子和你的三十三兽组合法器配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将秘法口诀传给你。宋书航一愣，白骨仙姬莫不是被威胁了，连底牌秘法都要主动送人？难道他被白贤被抓住了什么把柄？之前和昆王的决斗中你助了我一臂之力，接下来你要渡劫，我又没什么地方能帮上忙。不过这秘法是有人为我量身打造的，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掌握。白骨仙姬又解释道。说吧，白骨仙姬又给宋书航传输了一大篇章的内容，正是秘法送木头的大骨头渣子口诀和施法窍门。这秘法的名字还真就叫送木头的大骨头渣子。宋书航又悄悄给白前辈发了条消息。白前辈，白骨仙姬怎么突然决定要将底牌秘法赠我？说实话，他现在渡劫在即，即便将这种底牌秘法给他，他也没有学习的时间。白骨仙子似乎认定你跟那位宋木头之间有关系，所以才做了这个决定。白仙贝很快回复，片刻后又补充了一句。另外，白骨仙子口中的宋木头，道号似乎是宋一。嗯。宋书航点了点头，关于宋木头他线索有限，但也有很多猜测。霸宋道友，如果你距离渡劫还有点时间的话，不妨试着修炼一下我的白骨巨人秘法。这个秘法上手非常容易，如果你体质符合的话，一学就会。这时白骨仙姬又发了条信息过来。一种怪异的感觉陡然涌上宋书航的心头。为什么感觉白骨仙姬在期待着他掌握这个送木头的大骨头渣子秘法呢？活泉中的楚阁主吐了个泡泡。你在和白骨仙姬聊天啊？嗯，他将之前和昆王战斗时的白骨巨人秘法口诀传给了我。宋书航点点头。楚阁主惊得张大了眼睛，白骨仙姬不会真的将宋书航当成是送木头的私生子了吧？你学着试试看。白龙姐姐柔声建议。我先看看秘法详细内容。宋书航从聊天记录中重新拉出白骨仙姬发送过来的送木头的大骨头渣子秘法内容，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片刻后白龙姐姐道。会了吗？一窍不通。宋书航诚实回道。这又不是刀法，也不是淬体功法或拳法，他从头看到尾就跟看天书一样。功法我看看，算了，不看不看。楚阁主又半沉入泉水中，这功法一看就有宋木头插手创作的痕迹，他不想看。八宋道友怎么样，学会了吗？白骨仙姬发来条新信息。啊，一窍不通。宋书航同样回复。白骨仙姬叹了口气，你果然不是他。随后白骨仙姬便不再回复。时间渐渐流逝，宋书航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距离美好的2020年只剩下1分02秒。第2337集。宋书航收起手机轻声道，还有一分钟了。越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就越是要保持警惕。历史上有无数的先辈就倒在接近成功的终点线之前。一次性飞剑破晓黑屋版制作完成了，你打开核心世界通道，我将他们交给你。这时白前辈用修真聊天功能发来消息。谢谢白前辈。宋书航飞快地打开核心世界和现实的通道，
下一刻，白前辈的跨空间包裹悄然出现在他身边。白前辈对空间天赋的掌握能力更上一层楼。跨空间包裹内一共有六柄不同材质的一次性飞剑破晓黑屋板，有用树妖青武树枝制成的，有用宋书航的木身躯制成的，有白前辈用自己的功德之光树枝制成的，每样各两柄。不同材质的飞剑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另外，宋书航本来只想要两柄飞剑，白前辈却一口气给他寄了六柄，这是白前辈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宋书航将六柄一次性飞剑收起，心中对度过八品玄圣劫的信心又增强了几分。活泉中，楚阁主出声问道：还有没有东西遗忘的？装备、丹药、状态、挂件全都没问题，现在只等雨柔子口中的时机来到了。宋书航回道：那你还有什么遗憾吗？趁着天劫没落下前，你有什么遗憾可以和我们说一说？石碑道友道。宋书航被他问得一时语塞，默然望天。我来替石碑道友翻译一下，要不要在渡劫前先写一封遗嘱？事实上，修炼界的修士在渡劫前有很多都会先一步立下遗嘱，以防万一。心魔赤霄剑道。宋书航的耳朵主动过滤了心魔赤霄剑前辈的话，便伸手给赤霄剑前辈来了养刀术乘以20。这次并不是被心魔赤霄剑前辈扎到心，纯粹是最近很久没给心魔赤霄剑前辈刷邪术，于是顺手一划。其实说到遗憾的话，自然是有的。现在宋书航马上就要面临最大的遗憾，就是八品玄圣绝域事件。但是境界刹车都刹不住，他还能怎么办呢？如果是正常修士的话，在晋升八品前有漫长的时间可以找一位仙子慢慢谈恋爱，结为道侣，留下血脉。但他的晋级速度太赶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像同龄人一样好好谈恋爱。宋书航望了眼边上的苏十二、十六和雨柔子，雨柔子可以说符合绝大多数男性修士理想中另一半的形象，但是雨柔子和宋书航间从头到尾都没有擦出过火花。雨柔子从来就没有考虑过道侣这种事情，对现在的他来说，道侣绝对没有好玩的事情重要。或许未来的雨柔子会有所变化，比如未来雨柔子的一举一动中充满着淑女的味道。但现在的宋书航和雨柔子根本没有和对方结为道侣的想法。苏十二、十六同样符合绝大数男性理想的另一半形象，他和雨柔子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且苏十二、十六的性格比雨柔子要成熟一些，如果再给他和宋书航一些时间的话，两人感情再升温一些，更进一步就能顺其自然地结为道侣。甚至现在两人间就已经有道侣雏形的味道，但距离成为双修道侣关系还需要一些时间。而宋书航莫得时间呢。现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宋爸爸和宋妈妈重新焕发青春，以他们夫妻的状态，在生完第二胎后说不定还能再生第三胎。宋前辈在考虑玄圣绝育的事情吧？雨柔子一语道出了宋书航此时的内心。宋书航用一波尬笑来掩饰自己被戳中的内心，他明明戴着面具了，为什么雨柔子还是读出了他内心的想法呢？边上的苏十二、十六突然伸手抓住宋书航的手掌，他柔软的小手紧紧抓着宋书航的大手，这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宋书航心中一暖，轻轻握紧苏十二、十六的小手。宋前辈，其实八品玄圣绝育的事情并不绝对，甚至就算到了九品劫仙境界，也不用彻底绝望的。雨柔子缓缓道。活泉中的楚阁主打了个哈欠，出声提示道：哇，长生之道。如果能踏出和生命之类属性有关的长生之道，别说是八品玄圣了，就算是晋升到了长生者境界，都不用担心绝育问题。比如
成林。怀孕之道？宋书航说着，左眼位置的儒家圣人之眼开始明亮起来。石碑道友和心魔赤霄剑几乎同时笑出声来，碑文闪烁，剑身颤动。别盯着我。楚阁主避开宋书航的视线，以他的境界虽然不会受儒家圣人之眼影响，但不代表他喜欢被怀孕之眼盯着。边上的龟前辈同样起身闪避开了。雨柔子嘻嘻一笑补充道，所以宋前辈你可以放心的渡劫。宋书航轻咳一声，连忙转移话题。我什么时候渡劫啊？我们在等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啊？时机？等一下。雨柔子突然用力地抓住宋书航的胳膊。宋书航紧忙问道，怎么了？我宋前辈，你自己加油。雨柔子断断续续地勉强将话说完，下一刻她身上的那种淑女气息消散不见了。雨柔子的瞳孔变得迷茫，没有焦距。失去了未来雨柔子的压制，宋书航身上的能量如火山爆发。26，你和雨柔子在核心世界等我，我去去就来。宋书航起身道。未来雨柔子已经消失，但他所说的合适时机并没有来临。但是没有关系，哪怕不是最佳时机，宋书航也有信心度过八品天劫。苏氏26轻轻松开宋书航的大手，宋书航轻轻握拳，核心世界开启，坐标锁定在一处宇宙的无人区域。下一刻，他的元神、肉身同步出现在宇宙深处的烙印木刀坐标处。元神、肉身合二为一，他的境界水到渠成，达到七品境界巅峰，达到度八品玄圣劫的标准。熟悉的八品天劫空间开启，将宋书航吞噬。华夏时间正好跳过了最后一秒，跨入2020年。第2338集，熟悉的八品玄圣空间出现在宋书航眼前，四面八方都是无尽雷海，天雷在轰鸣咆哮，仿佛要将每个进入天劫世界的修士撕成碎片。恐怖的天劫之力震慑每个踏入八品玄圣劫世界的七品尊者。但宋书航听到这熟悉的天劫雷声后，反而产生一种亲切感。最近宋书航在八品天劫世界的时间比他在学校宿舍的时间还要久，甚至比回家还要勤快。身为住宿生的宋书航，有时候一个月回家一趟，而去年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反而是八品玄圣空间最近都保持着一个月来一次的频率，这个月虽然来得迟了点，但也赶在最后一天最后一秒到来，没有断了记录。更重要的是，这次宋书航是第一次一个人进入八品天劫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次没有组团渡劫。宋书航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样一来他就不用担心会波及到无辜人了。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的话，天劫的威力就不会强化。这次他要渡的就是正常的八品天劫。来吧！宋书航豪迈大叫一声，脖子上挂着的楚阁主缩小红水晶手办复活法器闪闪发亮，他双拳碰撞，发出巨大的金铁相交之声，这巨大的声音甚至将天劫雷海的雷声都压了下去。变异钢手覆盖全身，圣元龙力神功加儒家金刚身激活，犹如一支军团的圣元虚影浮现于宋书航头顶，以大圣元为首摆出一个整整齐齐的方块军阵。圣元们脖子上的真龙也从围巾状态飞起，盘旋于圣元的头顶。儒家经文出现在圣元们手中，自动翻开，响起阵阵儒家学子咏诵之声。两套33兽组合法器从宋书航的本命丹田中闪现，零零散散地浮现在宋书航周身，处于准备就绪状态。
每件法器上都刻有三眼前辈的绝对防御立场阵法。右手上的逆经拳套上，气灵小仙子显现，跪坐在拳套上，一手指向前方，发出一阵呜呜呜的喊叫声。功德蛇美人从宋书航身后浮现，她熟练地将平天冠戴上，华丽的女帝龙袍浮现在她身上，重现阿锦分成仙子当年远古天庭最美仙子的姿态。同时，宋书航体内的灵鬼仙子主动踏出，站在宋书航身后。接着，灵鬼仙子从宋书航身后抱住他，他从居士一系那修炼成功的特殊神体发动，和宋书航保持同步。在这种特殊神体的影响下，天劫的威力会受到影响，被大大削弱。这配置，这阵容，豪华到爆啊！区区八品天劫，面对这样的阵容，只能瑟瑟发抖。总感觉你在七五天劫。楚阁主呆毛出声道，呆毛中的力量已经被楚阁主抽空，如此一来就不会影响宋书航渡劫。楚阁主也是过来人，一步步修炼到长生者境界。能成为长生者的全都是拥有天纵之资的修士，他以前渡劫的时候可没有这样欺辱过天劫。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况且和天劫比起来，我根本算不上是狮子，天劫也不是弱小的兔子，我必须要全力迎上，绝对不能有丝毫的轻视。宋书航冷静道。楚阁主呆毛轻轻摆动了几下，再不作声。天劫之海中雷声狂暴，劫云在宋书航头顶凝聚，不过劫雷却久久没有落下。楚阁主，话说八品玄圣之后靠着长生之道真的能够破除绝域吗？宋书王趁着有空向楚阁主询问。这个问题你可以去咨询程琳。楚阁主呆毛答道。宋书王仰望着头顶的劫云，悠悠出声。啊，我就是程琳。楚阁主呆毛被呛得僵立不动。信不信我弄死你。程琳仙子最近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法联系上她了。宋书航轻咳一声，转移话题。未来总能联系上的，程琳就是生命系的长生者，所以关于玄圣绝域的事情你根本不需要担心。楚阁主回道。那除了生命系的长生之道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案呢？宋书航好奇心发作起来。有。楚阁主缓缓道。宋书航眼睛一亮，还请楚前辈赐教。你现在是七品境界，你可以考虑在晋升八品境界前去学习下关于人工试管生育的知识。楚阁主懒洋洋道。宋书航抬头望天，其实这个方案他之前也有想过，而且可行性十分高。所以说，难道他要成为第一个在八品天劫世界中天雷轰顶之下做人工试管实验的男人？轰隆隆的，天空中的天雷依旧在咆哮，劫云遮盖天地，但是天雷依旧迟迟不露。宋书航紧皱眉头，暗暗猜测起来，天劫不会又发生变异了吧？但这一次是他一个人独自渡劫，天劫没有道理增强啊。等下，宋书航突然想到一件事，他的分身还在渡九品天劫。上次渡劫他和苏氏二十六是被天道白遗留手段送入到了过去渡劫，和现世区分开了。但这次他的本体被拉入八品天劫，他的分身却还留在九品天劫世界。总感觉这操作很危险。宋书航飞快地拉出修真聊天列表，给白前辈和白前辈兔发了条消息。白前辈新年快乐，我的本体在渡八品天劫，分身则在九品天劫空间，会不会不太妙啊？你在九品天劫空间中的分身没问题，我的半个身体没有感觉到危机。白前辈很快回复，白前辈也有一半的真身留在九品天劫世界中。白前辈说没问题，那就代表着九品天劫空间没什么意思。你开始渡劫了？白前辈兔反问道。啊，刚进来。宋书航道。天劫空间有什么异样？白前辈兔再次询问。
天劫一直在凝聚，劫云遮盖天地，但就是没落下。宋书航回道。别慌，或许不是你的原因。白剑被吐出声道。就在刚才的一瞬间，正在现世和他投影分身交手的胖球分身突然停顿下来，直接被他的投影分身怼爆，爆成了漫天金属液体小雨点。不仅是胖球的分身，就连九幽世界中的胖球本体也突然停顿了下来，仿佛宕机了一样。第2339集。说实话，一下子就将胖球的分身怼爆，白剑被吐还真有点不习惯。现实中，他的投影分身开始收尾，将胖球被怼爆成雨点的分身给收集回来，一一封印，带回邪莲世界。顺便在收尾的过程中，白剑被吐的投影分身还收获了第三天道的作品《龙行冰符》一枚。同时，九幽世界，白剑被吐的真身已经离开温暖的邪莲世界，来到胖球的真身边上。此时胖球大佬的真身同样一动不动，液态金属的身体散发着微弱的光芒。如果是以往，白前卫兔只要出现在胖球大佬一万公里范围之内，胖球大佬就会马上进入暴躁老哥模式。像现在这样，两位九幽主宰面对面却能保持平静的局面，似乎还是第一次。白前卫兔上前戳了戳胖球的身体，胖球的身体也没有任何反抗。结合宋书航刚才说的关于天劫世界出现的问题，以及现实中胖球的分身也突然宕机事件，胖球对应的天道要消散了吗？白剑被吐心中暗道。在这个诸天万界中，能影响到胖球令他突然宕机的只有天道。胖球对应的天道一直有缺陷隐患，这事诸天万界顶尖强者都已经有所感应。特别是最近天道球的缺陷一直在累积爆发，今天应当是达到了一个极限，导致胖球宕机。要死的终究还是要死，避免不了，要活的终究会活下来。白前辈嘴里说着深奥的话，却完全没去回想胖球数次想要寻找脱身之法却都被他暗中破坏的事实。身为九幽主宰，怎么可能会记得自己干过的好事呢？本以为你我之间，我会是先消失的那一个，结果最后，却是我先将你送走。世事无常，令人唏嘘。白血梅兔的嘴里说着缅怀的话，手却开始打起球来。他伸手拍打着胖球大佬的身体，宕机状态的胖球大佬就像个真正的球，而且拥有极佳的弹性。随着白血梅兔的不断的拍打，他的身体开始蹦跳起来，就像是个有弹性的水球。在每次弹动时，他的身体还会产生一阵波动。白血梅兔一时兴起，炫了一把自己的出色球技。其实他还蛮喜欢球类运动的。当初在他能通过宋书航将投影分身送入到现世后，他便将现世地球上的各种球类活动都了解了个遍，打篮球、打排球、击桌球、踢足球等等，无论是对球进行拍打还是踢击，只要是球类运动他都很有兴趣。你看，在这偌大的九幽世界，最终来看你的人只有我一个，也就是说，这么大的九幽世界，真正在意你的人其实只有我。白前辈兔高举起胖球大佬的巨大身体，摆出投篮姿势，用力将他的身体投掷出去。轰的一声，胖球大佬巨大的身体在飞出一条漂亮的弧线后，轰然砸落在九幽世界的地面，砸出一个深坑巨洞。其实，本来还希望你能再多撑一段时间的。宋书航现在才刚冲击八品境界，还没有争夺天道的资格。白血梅兔来到胖球边上，将他从那个坑洞中拖了出来。然后他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尝试在胖球的身体上刻画封印阵法，看看能不能将胖球的身体封印，就像当时胖球用封印注阴了他一样。原则上来说，如果有强力的材料加白前辈兔全力封印的话，封印胖球几百年应该是没问题。毕竟
如果你现在就消散了的话，那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新的天道和九幽主宰出现。我也无法预知下一个继承天道诞生的九幽主宰的修士会是什么模样和性格，能不能像你我一样和谐相处。而且如果又有新九幽主宰诞生的话，肯定不会像你这样本体有缺，对我而言就很麻烦了。白仙贝兔一边画着封印阵法，一边轻声地向胖球兔倾诉着。最糟糕的情况是，新的九幽主宰出现后，我很可能也会像你一样消失。毕竟我也不知道当初天道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将我留在九幽世界，继续赖在九幽主宰位置上的，也不知道他的手段能维持多久的效果。白前辈兔轻声道，这些都是白前辈兔烦恼的事情，但出于自尊的原因，这些烦恼他没有办法和任何人分享，无论是他的宠物还是宋书航都无法分担他的这些烦恼。他可是九幽主宰白，他的烦恼怎么可能告诉别人？说不定在你消散后不久，我也会和你一起离开。若真如此的话，你我就是真正有缘，生死不弃。白仙贝兔停下手中的动作，轻轻拍了拍手。此时原本银白色的液态金属球上被画满了黑色符文，变得更像是一件艺术品。其实我心底希望宋书航能去争夺天道之位，从我诞生到现在，难得遇上一个有趣的小家伙，又很投缘，作死花样也多，求救的姿势也特别丰富，除了不会讲笑话外基本上没什么缺点。如果是他晋升天道，如果是他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消失。而且他的九幽主宰和我之间也不会有矛盾。白前辈兔伸手按在胖球的身体上，开始激活这个封印。可惜时间还是太仓促了，明明他晋升速度已经那么快，终究还是迟了几步。白前辈兔一边说着，一边将力量源源不断地灌入封印符文中。不过也好，天道这个位置并不是那么好玩，而且书恒似乎也并不是那么想要去争夺天道。白前辈兔伸手用力一按，封印完成，胖球的身体被封印压缩成一个篮球大小。可就在封印完成的刹那，胖球的身体突然恢复了行动能力，宕机的胖球似乎重启了。愤怒白幽幽，胖球大佬发出震天的怒吼。你好啊胖球，白前辈兔哈哈大笑，同时给宋书航发了条消息。手动系统提示，天劫世界即将重新恢复了，好好渡劫吧书航。第2340集，八品玄圣天劫世界中，趁着天劫还没有落下之际，宋书航正在临阵磨枪。此时宋书航头上戴着一个能加强学习能力的智慧金级王冠，王冠上锋利的金级尖刺卡着宋书航头铁的脑壳，在他的额头上画出淡淡的白痕，但也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就算是荆棘王冠这种以伤害主人、给主人带来痛苦为目标的剧痛神器，也只能给宋书航带来渺小微弱的伤害痛苦。在荆棘王冠的加成下，宋书航手捧远古语言书籍，在楚阁主呆毛的辅导下认真学习远古语言。远古语言是每一位八品玄圣的必修课，就算不会讲，至少也要会看会听。宋书航即将晋升八品，现在只能争取多学几个远古语言，说不定他现在临阵学的远古语言就是考试关键的几个字呢。另外他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发现自己头顶的儒家圣元虚影也能和金鸡王冠一样起到强化学习能力的作用。宋书航猜测这可能是儒家金刚身的功劳，身为儒家圣人亲手研究出来的强化身体功法，
按照身体是学习的本钱理论，这儒家金刚身在强化身体的时候能增强学习力可以理解。就在宋书航沉迷学习无法自拔的时候，白贤被吐的提示声在他耳边响起。天界世界要重新恢复了？宋书航飞快地收起了手中的远古语言学习书籍，一跃而起。不过金鸡王冠他却忘了摘下，毕竟这东西戴在他头上也不痛不痒的，没啥存在感。白贤被吐说了，天劫马上就要落下，大家打起精神来！宋书航大声叫道。战斗前大叫一声能提升士气和胜率。逆境武士拳套上的气灵小仙子鼓着腮帮用力叫唤，头顶的圣元们重新排好军阵，像大猩猩一样用力捶胸。功德蛇美人拍了拍自己的女皇龙袍，这次宋书航渡劫他的任务很重，除了为宋书航撑场面组织防御外，他还要负责将宋书航打晕的雷劫给封印起来，保存到仓库中提升食材库存。毕竟八品玄圣级的雷劫非常难得，除了宋书航自身外，很难再从其他渠道进货。宋书航前几次渡劫因为都是组团渡劫模式，所以天劫都有异变，根本没机会收藏。这次是难得的宋书航和八品天劫单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轰隆隆的玄圣劫空间中，天雷依旧在轰鸣，劫云酝酿。不过天雷依旧迟迟不落下，宋书航盯着劫云暗自思索起来。白贤未渡不是说天劫即将落下吗？为什么还不开始啊？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方士气就会低落下去的。又过了老半晌后，宋书航忍不住又给白贤未渡发了条消息。白贤未，我这边的天劫事件天雷还是没有落下。天劫还没开始？奇怪，我这边的胖球已经活蹦乱跳的了，还破风而出，和以前一样暴躁的和我打架。也就是说，胖球对应的天应该也重启成功了才对吧？这就怪了。白贤被吐飞快回复，难道因为宋书航是卡着天道死机的时间进入到八品玄圣空间的，所以当天道重启完毕后，宋书航还处在卡着 bug 的状态？可能是你的天劫出现 bug 了，你再等一会儿，如果你的天劫还没有出现变化的话，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试探一下，我这边先将胖球甩开再和你联系。白贤被吐又补充道。宋书航抬头望天，天劫出现 bug， 明明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很轻易就接受了事实。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天劫的 bug， 毕竟理论上来讲，组团渡劫其实也是个 bug， 几个明明不是玄圣的修士在组团渡劫的时候，天劫的强度达到了玄圣级，就将他们拉入到了玄圣空间，渡完劫后还能按照正规的玄圣待遇发放圣印、圣名以及玄圣讲法。若不是这一任的天道有缺陷，换个正常的天道，在宋书航第一次人前显圣讲法完毕，肯定就会将这个漏洞给修复，根本不会给宋书航一次次人前显圣的机会。凭着自己的想法去试探？宋书航望着天劫雷海，口中念着白贤被吐的提示。你想干嘛？楚阁主呆毛问道。宋书航叹了口气，刚才白贤被吐的回复说我可能是卡了天劫的 bug， 明明是我难得的独自一人面对八品天劫，竟然又出了问题。白贤被吐说一会如果天劫世界还没有出现变化的话，就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试探一下八品玄圣天劫。按照本能想法去试探的话，你会死的。楚阁主呆毛提醒他，宋书航已经病了，病得不轻，如果是按照本能想法去做的话，他十有八九会选择一些作死的骚操作。楚阁主，我又不是三浪前辈好吗？宋书航哭笑不得。面对天劫的时候，我现在是很谨慎的，毕竟我有那段隐约的经历在。楚阁主呆毛微微一动，不知不觉中宋书航似乎真的成熟了很多，
这令他稍稍有点不适应。虽然不知道天劫世界出现了怎么样的 bug， 但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待下去啊。宋书航认真道，毕竟他的时间非常宝贵，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和天劫世界对号。楚阁主呆毛道，说说你的想法，我来给你提一下意见。我们可以从三方面下手，首先是关于试探八品天劫方面，可以从劫云入手。宋书航指了指天空中不断凝聚的劫云。你想对劫云做什么？楚阁主问道。既然天雷劫、心魔劫各种属性的天劫都能成为食材，那么劫云凭什么不能成为食材呢？相对于天劫这种纯能量体来说，劫云可是有实体的，它更适合成为食材吧。宋书航指着劫云得意一笑。虽然何止前辈的天劫盛宴菜单上没有劫云料理菜谱，但没关系，他可以自己研究。另一方面，我想试试能不能和白前辈一样将自己一分为二。宋书航摸了摸自己的腹部，开始考虑从哪里将自己切成两半。